者蔡厚轩综合报道。勇士今日在主场甲骨文球场迎战来访的尼克，靠着一哥蒙神科瑞 Stephen Curry 全场飙进八颗三分球，攻下32分，再加上团队再次展现第三节逐王的气势，最终勇士便以123-112击败阵中一哥波神波辛杰夫 Kristaps Porzingis 缺阵的尼克。科瑞金全场飙进八颗三分球，攻下32分，美联社。上一波敌火箭的勇士在首节手感欠佳，反观尼克点点开花，首节就以双位数遥遥领先勇士。不过第二节比赛开始后，勇士终于回神，科瑞先从外线出手得分，再完成一次漂亮的三分打，就勇士打出一波8-0的小高潮，在上半场仅以2分落后。在一篮后，勇士马上靠着塔丘利亚 Zaza Pachulia 的两罚将比数追平，不过两队的比分并没有僵持太久，在不到4分钟的时间里，勇士再次发挥第三节逐王凶狠炮火，打出一波19-6的攻势，反超并拉开比分差。勇士队第二、三节再度爆发，克服落后击败尼克，法新社。末节勇士牢牢占据场上的领先优势，虽然尼克队几次试图追赶比分，不但无功而返，比分倒是被越拉越开。虽然在最后2分50秒时，杜兰特 Kevin Durant 领到第二次技术犯规遭逐出场，勇士最终还是以123-112拿下胜利。杜兰特又被驱逐出场，欧星社。在第三节单节就独拿17分的科瑞，三分球15投8中，罚球6投6中，缴出32分、6篮板、7助攻。杜兰特则是拿下生涯新高的14助攻，另有14分、2超截2火锅进账。不过今天 K 汤普森手感倒是冷冰冰，仅拿下9分。尼克则由顶替波神先发的 MB 斯利 Michael Beasley 贡献21分、4篮板、4助攻，赛前一度传出要被交易的 C 李一 Courtney Lee 则一助20分，中锋坎特 Inscond Air 则拿下16分、9篮板、5助攻。 MB 斯利左砍下尼克全队最高21分。今日美国